帽子サンタ。僕はストリートダンスで世界一になったので、この即興でここにある瞬間で一個なんか作品を作ろうと思います。なんいつのファイナルも作品を。没有。我有一句话要说，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同传的时候，前面有一半是大概没有说，是刚才那一段是他即兴的一个表演。张杰为什么卡了？这个是 freestyle。